哎呦，我是叉叉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从小是运动健将，怎么铁人三项、五项、八项，统统难不倒我们呢、啊？快点，知道哦。几点嘞？我们约早上8点练习，现在9点了呢。今天早上起来头都很痛，白天又想睡觉。啊、不早点睡哦，下礼拜就是全国铁人6项了呢，我们要5连霸了呢。好了，不要啰嗦了，先那个热身了，来3蹲200下。哦，不行，我脚没力哦。搞什么东西啊？一下雨就没力，这里我再不跟老婆出去玩太晚哦。好了，不然赶快练习跳高了啦。哎、欸，爸比啊，我们是跳高，你是跳矮，搞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不行，我稍微动一下就好累，我下背好痛哦。哎、欸，爸比，你要振作啊！你这样怎么能5连霸？振作！你不要管我老婆，你不要讲，我才要讲，你不能讲。这是怎样啊？到底要不要讲？就是他，他讲的就是会有庞贝市政。那什么东西？庞贝氏症呢，是一种罕见而且严重的遗传疾病，非常会出现渐进式的肌肉无力和呼吸困难呐、啊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哎、欸，太好了，我有去医院的神经内科做了咨询跟检查，只需要简单抽个血，等报告出来就可以啦。医生说我只是早期，好好治疗就可以有效改善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，早期发现就可以早期治疗啊，耶、yeah! 欸！哎，大伙爸比啊，干嘛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肌肉有点酸痛，你赶快到医院做咨询啊。那单纯的肌肉酸痛吧？不是，我呼吸很急促哎。哇，你刚做500下无力挺身哎。不是，我平常做5000下，没事，刚做500下而已啦。快点，带我去，带我去啦。不要，赶快做咨询，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，快一点啦，真的。庞贝氏症并不会只出现单一症状哦，除了主要的渐进性肌肉无力，特别是躯干和下肢，也会出现行动时感到疲惫、呼吸短促、睡眠中呼吸暂停症候群或间歇性睡眠、早晨性头痛、白天嗜睡、脊椎侧弯、下背疼痛等多种情况。若有疑虑，可以至庞贝氏症协会官网或到神经内科找医生做咨询哦。